您知道哪些经典的抗战歌曲吗？河大合唱，我进初中的第一年开学典礼就唱这个河大合唱，就唱黄河大合唱。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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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河东河北高粱收割，高粱抗战胜利70年是个大日子，就我们每个中国人肯定都希望在这个日子里面，然后呢能够表达自己的一种情感。网罗众筹，黄河大合唱，让每个人只要你愿意，你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，都可以成为节目的一个部分，一个角色。我们的目标说是万人网络的大合唱。网上呢是我们公布了一个官方的网址啊，就是黄河.cntv.cn， 就是希望所有的网友通过你们的参与，无论你怎么样的一种参与方式，你把它上传到我们这个网址上。我记得啊，不到一周就有人自己上传了，所以到后来其实我们已经应接不暇了。我们在6月24号的时候曾经就是举办了一个探班式的新闻发布会，就在我们的录音棚里面。那个时候很多艺术家明星都来到这儿，他们做了表演的示范，同时他们也发起了向全网的华人来号召，希望他们参与。亲爱的网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，也是我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。为此，中国网络电视台发起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，大型网络众筹活动黄河大合唱。我们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记住这段历史，为世界的和平做出努力。我想对全球的华人音乐家发出邀请，快来加入我们吧，跟着我的指挥棒，让我们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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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，河西江高万丈高，河东河北高粱收了万山冲动，抗粮雄阵不少。青纱帐里有旗响儿成一套，端起了故乡洋枪，威风大道长矛，保卫家乡，保卫河河，保卫华北，保卫全中国。我叫王可琴，李茂然，李继红，王丁夏，沈勇，音乐人丁瑜，我叫殷庄子，陈荣臻，陈志远，马林，我是周艳红，我今年29岁，28岁，44岁，56岁，30岁，70岁，今年7岁，84岁啊！我是来自涿州市西泾小学河南歌舞演艺集团歌剧团的团长，我来自油麻地天主教小学，延安。蓝花花女子合唱团，郑州铁路局一名退休干部，声乐演员，中国交响乐团的一名歌唱演员，丰原小学校长，经常在家的时候就听着母亲他们就唱，使我想起了我小时候在参加的儿童团，所以越唱这个歌曲的时候，头脑的出现都是这些场景，反法西斯这个劲头就来了。这回全拉都拉上面，好，咱们再来一次吧。
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曲子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在抗战期间，交响性的这种大合唱，多乐章的，啊，规模这么大的，只有一部，就是《黄河大合唱》，而且它不光是规模庞大，它还有强大的生命力，一直唱到今天，而且呢，唱出了这个中国，传向了世界。第一让你进来，让带你就进来。所以我们就主要是写了它的三个部分，也就是《黄河传呼曲》《黄河颂》和《保卫黄河》，又结合了更多中国有代表性的乐器，比如说古琴、琵琶、中阮、二胡。索然，对。那大阮呢？哆嗦吗？哆嗦来拉？不是，外弦定拉，软拉拉，软拉软拉，对，软拉软拉，对，是吧？我们什么族？我们汉族。讲什么语？汉语。写什么字？写汉字。写什么曲？汉音。黄河乃汉音，这个精神里边是，精神是，这是这个民族在最最危难的时候，危难的时候，这是一种呐喊那种，所以说无条件来。在我们最初，开始做这个节目筹备的时候，我们就联络了很多的艺术家。最早参与的是吕思清、郎朗啊，然后包括我们的民族这个乐器名家。郎朗在参与这个节目的时候，因为录音的时候需要极度的安静，那么整个的空调全部都要关掉，还挂了很多的灯，同时在烤着它。郎朗。大汗淋漓啊，一直在擦，一直在擦，就已经都快懵掉了那种感觉。然后他一直坚持，大概整个在那个录音录像时间有四个多小时。所以其实这些艺术家为这样一个作品，然后我觉得他们其实，真的表达了一个艺术家对于这样一个音乐作品的一个尊重，和他们愿意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种热情。知道我们国家比较知名的抗战音乐家有哪些呢？像冼星海、聂耳，还有那个光蔚然。有冼星海。我父亲是1905年6月13号，他是出生在澳门的船上的，除了天上的星星，面前的大海一无所有嘛。我奶奶就给他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，叫星海。我父亲呢，毕业了回国，他说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要为抗战呢，做出自己的贡献。光蔚然先生在1938年、1939年两次渡过黄河的一些所见所闻，想把它写成一个长诗《黄河音》。第一眼看见黄河的时候呢，就给他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。他们呢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那个渡黄河的这种惊险的情况，所以他们非常的就是很难忘。行军的当中呢，已经在心里呢就是酝酿这么一个黄河吟的长诗。后来我父亲就建议他，是不是能够写成黄河大合唱，用5天的时间把这个长诗呢一气呵成写下来了。在一次晚会的时候呢，然后他就一口气的把这个长诗呢，400多行的一个长诗呢，全部朗诵下来了。冼星海也是非常激动，站起来
一把抓住他的那个手稿，说我有把握写好它，用6天6夜的时间就写出了这个黄河大合唱的全部。周恩来副主席听到了黄河大合唱以后，他特别高兴，他就为我父亲题词，为抗战发出怒吼，为大众谱出呼声，用歌声来唤起人民，使咱们人民团结一致，如钢如铁。现在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地。今年呢，我们为了纪念抗战，重新在这里点燃和唱响这个黄河大合唱。我觉得对于我们国人，啊，对于我们中华民族，有着非常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大合唱被誉为中华民族不屈的呐喊，团结的战歌，永不熄灭的火炬。作为诗人故里的关渭南小学，我们把师生同唱黄河大合唱作为独特的校园文化的符号，激励我们全体师生唱出振兴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。咱们国家有抗战的纪念活动，您是否会参加呢？那我肯定会积极参加。愿意啊，因为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。黄河大合唱也是一个很保留的曲目，团员基本上都是将军的后代，他们的父辈都是将军，然后都是为这个新中国的建立，都是打过仗、流过血，甚至还有牺牲。所以我在排这个作品的时候呢，对他们是尤其是特别的这个严格。大家积极性都特别高，就为了这个今天的这个录像，我们练了十几次了。黄河大合唱全球华人同唱这个啊，我觉得它有一个非常深远的意义。一个呢是教育现在的年轻人，不要忘记历史，不要忘记国耻，所以不忘历史，缅怀革命先烈，珍爱现代的和平，开拓今后的未来。您是否愿意参加这种网络的大合唱呢？觉得这个网络形式怎么样？网络是这种黄河大合唱形式非常好的，因为结合了现在互联网的这种创意。黄河大合唱，然后以网络虚拟的形式播出是挺好的。网络反正比较新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，因为你让大家说可能说不出来，但是让大家唱，每人唱一句，可能攒在一起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。希望能够发起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。渐渐从这个位置拉开，从一变二，二变三。黄河大合唱可能最直观的是黄河的形象，在这些乐手演奏的时候，他身边会有红色的类似水流的波光的东西流过，所有参与的合唱的人组成了山，而托起了这个场合。最核心的一个想法就是万众参与的一种感觉。
如果是您的话，您希望我们国家组织哪种形式的抗战纪念活动呢？比如说那种博物馆嘛，然后就免费开放，各种比赛呀，然后演讲啊，社会义务活动吧，让更多的现在年轻人去了解一下那些抗战的历史，包括我们的前辈一些烈士，多数人融入进来了，然后这个活动才有意义。河西山岗万丈高，再录一遍，河西山岗万丈高，河西山岗万丈高，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，河西山岗万丈高。怎么样？每次到第三句的时候，我们的调就跑了。我一人来，一人来，哇，好勇敢！河东、河北、高阳、蜀山、万山丛中，抗日英雄真不少。特别积极。就这唱，好了，可以好了。河西山岗万丈高，河东河北高粱收粮。河西山岗万丈高，河西山岗万丈高。啊，对，前面还挺好的。也是我们看见了对岸，我们看见了对岸，有古琴带着童声进来，代表一种中华民族的这种祥和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精神，一种和的一种精神，也是对和平的呼唤。而是我们希望这么多人参与进来之后，他们了解了这个音乐作品，了解了这个时代背景，然后他能够参与进来以后，能够更珍惜现在我们的和平。大家好，我叫吉祥宝宝，英文名字 Kimberly， 我在澳大利亚悉尼。下面我给大家唱《保卫黄河》。风在吼，马在叫，黄河在咆哮，黄河在咆哮。大家好，我是李根，我是林颖，我们在英国伦敦。我们在这里参与录制由中国网络电视台举办的大型网络众筹活动《黄河大合唱》。大家好，我是张渊，我在首尔。我叫江尚荣，来自莫斯科。我是廖尚勇，在上海音乐学院担任副院长。那但是现在我是在美国加州的洛杉矶。枪枪挥动了大刀长矛，保卫家乡，保卫黄河，保卫花边，保卫新中国。Yeah, we wish the Yellow River Cantata success, every success. Okay. We wish the success in the building of memorials to China.
大家这么踊跃的参与，我觉得特别特别感动。实际上这个作品应该真的是属于大家。